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剪刀石头布、yes ，我先。好，不会不会不会。哎呀！哎呀！啊，睡得不错啊。早安啊，这么有精神啊。爷爷奶奶早。你们在玩什么啊？我们在玩乒乓球的游戏。对，只要谁先进三颗就赢了。嗯，感觉很好玩呢。对啊，这一点挺有趣的。哇，我赢了！还是很年轻啊，老太婆。哎呀，你也是。哦，你这有进步、哦，进步了吧？嘿，看我的。哎，老头子啊，我看我们等一下，如果天气比较好一点，我们再去老人会跳恰恰恰。好，再去跳舞，再去再去。你最近不是有在看那个什么剧吗？你有在看吗？哈？哦，对耶，时间到了。人啊，刚好赶上了。这个你不是看过了吗？什么霸道的男总裁跟那个小织女他们的相遇的故事，好像上次看过了、啊。你不懂，我这个啊不是看剧，我是看人。看人？什么人啊？看那个细皮嫩肉的欧巴，多帅呀、啊！你会不会喜欢上人家啊？老头子，你话不能只听一半，我还有个但是。但是什么啊？但是他们再帅都没有你帅呀、啊。好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你懂我的吗？爷爷奶奶好相爱哦，他们每天都好甜蜜哦。我跟你讲，老夫老妻就是要这样子互相斗嘴，这样子才会感情升温。哦，你们感情真好，那我们不要像你们一样斗嘴，我们要来 PK。我不会输你的，哥哥。我只要再进一球，你就输了。好，你不会进的。嘿，呀！怎么样，哥哥厉害吧？嗯，我们再比一局。哦，那要不要下一局哥哥让你啊？不用，我可以靠自己。哦，你说的哦。啊、哦，我说的。再来一局。好，来，我绝对不会输哦。剪刀石头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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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剪刀石头布。Yes。你先，你先。嘿。哈哈哈哈！我已经抓到诀窍了。好。斜斜的。哈哈，什么诀窍？你根本就还没开窍。好，我。哦、你看。我可恶。嘿，我也有，加油！哈哈哈，我要，哦哦，没关系，最后一颗球，嘿，嘿，没有进啊，所以是这样子，姐姐赢了，我赢了，哎，哥哥，我是不是很厉害啊？让你的好不好？哎，我看起来蛮好玩的，爷爷想要参战加一。真的吗，爷爷？你想要试试看吗？嗯，可是爷爷、啊，这是我们小朋友玩的，哎，你会想要玩哦？爷爷，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也是个游戏高手呢。哦，那这样听起来，爷爷你年轻的时候一定很厉害，很受大家欢迎哦。爷爷以前呢，可就是因为很会玩游戏，很会弹吉他。嗯。认识你们奶奶的哦，奶奶你是这样跟爷爷认识的哦？是啊，他那个时候还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呢。哇，这么厉害哦，爷爷！是不是有很多女孩子追你啊？真的吗？我只喜欢你们奶奶一个人而已。哇，甜蜜！不行，我也要让奶奶喜欢我。奶奶，我决定了，我要跟爷爷比赛。如果我赢爷爷的话，你就要喜欢我。哎呀！你们谁我都喜欢、啊嗯。来来来，那爷爷你会玩吗？就看谁可以比较多颗球在上面就赢了嘛。哇，爷爷真的很厉害。聪明啊，爷爷。好，那爷爷要不要像让你先啊？不然我觉得我太厉害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呢
一样平等，公平竞争，公平竞争。好，那姐姐，男子汉的比赛，好，我当裁判哦。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。好，哥哥先，哥哥先。嗯，爷爷你要注意咯。好，嘿，好笑。爷爷加油加油，不要紧张。哎，爷爷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。是不是太近了？让我再一点点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换我喽。可恶，差一点点，再下。哎呀，耶，好难啊，好难呐。好，最后一颗了，最后一颗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哎呀，我也最后一颗喽。哥哥果然有遗传到爷爷的游戏天分啊！真的吗？那爷爷你要注意了，我再赢两局你就输我咯。好，那爷爷我要赢三局才可以急请直追。不可能，爷爷可以的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不，好，爷爷先了。爷爷加油，加油，老头子，可以抓，可以的，有点口渴。哎，呀，差一点点。耶！哎，哇，爷爷进步了啦，进步了啦！没关系，我还有两颗球哦。好，哇，差一点点，猴子加油！啊，差一点，我还有机会。耶！爷爷我已经两分了，2-0了，好刺激啊！2-0，第三局 go！ 剪刀石头布，好，爷爷我赢了。我可以要让你吗？不用你先。爷爷真的是男子汉，帅气。嘿，好，爷爷加油。哎呀，差一点点。哎呦，好，再来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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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可惜。好难呐。啊啊啊！卡住了，你把打掉，把它打掉，不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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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2-1啦！对，爷爷你好棒，好厉害呀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爷爷很棒，爷爷才赢一次而已，好吧？我刚刚赢两次了哦，所以哥哥很棒啊！这次我一定会赢你哦！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啊，爷爷先啦！好，预备，哎呀！哇，进步了，越来越顺手了！爷爷你怎么变那么厉害？你刚刚不是说有投进吗？有手感啊！哦。还没，还没，还有机会啊！你这样会紧张哎。好，不要紧张。不要紧张。哎，啊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我也有机会。啊，哥哥也差一点，爷爷的最后一球啦。嘿，啊，爷爷没有啦，那只能就跟爷爷平手。哥哥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哦，差一点点，所以现在是2-2平手。哇，好刺激哦！我不玩了。哎。不玩了？为什么哥哥你不玩啦？不好玩？怎么会不好玩呢、啊？哥哥现在不是2-2正刺激吗？对呀、啊，哪有人说玩到一半不玩的啦？哥哥，你是不是赖皮啊？什么赖皮？你看也知道，等一下就是爷爷赢啦，爷爷进步那么快，所以我觉得这不公平。奶奶，你看哥哥啦，玩游戏输不起。哎、欸，怎么输不起？我那我输不起，好不好？我只是等一会我是不想输而已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哥哥啊，现在啊正平手，你差一分就可以赢了。你现在说一半喊停，这样子游戏就不好玩了呀，对吗？哥哥，哥哥，我们都还没有玩完，你要有运动家的精神啊！我们玩游戏就跟做人处事一样，不可以玩一半或事情做一半，我们要有始有终。对嘛，哥哥，你这样子生气很幼稚耶！我哪有幼稚啊？你看我刚刚不是有输你吗？我有像你一样生气吗？我才没有呢！只要再认真点，你看爷爷，他是不是进步了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哥哥啊！而且啊，玩游戏本来就有输有赢，重要的不是结果，而是中间的过程。对啊，哥哥，你想一下，我们刚刚过程不是很快乐、很好玩吗？嗯，就让爷爷我想到一句话，叫“胜不骄，败不馁”。嗯，你看，你刚刚前面2-0领先爷爷的时候，爷爷也没有气馁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好玩啊。
那现在2-2平手了，也不可以因为呢我快要赢了而变得很骄傲，我们应该要继续的在游戏的过程里面好玩就好了嘛，不需要计较太多。对啊，好啦，我知道刚刚跟爷爷玩的时候是很开心啊，可是想到我等一下可能会输，我就有点不喜欢。不喜欢输的感觉。哎，跟你笑一个嘛，笑一个嘛。我就不想要输嘛。下次再赢回来就好了。可是爷爷进步很快啊。你也可以进步很快啊。哎，爷爷那个是幸运刚好投中的。对嘛？对呀。那不然这样好了，奶奶都没有玩，奶奶你跟爷爷比赛看看。哎，哇！对啊，你们那么爱斗嘴，我们就不要斗嘴，我们来 PK 比赛，看谁会赢。嗯，就我先啦。好，奶奶加油，奶奶。